不服老的勇气，引导爸妈想圆梦。我今年74岁，在我68岁的时候，我想到有一句话：人生70才开始。那时候我就下决定要跑马拉松。你的梦想也是同样的，非常具有高度的可怕的危险性。你做了什么事情？高空跳伞，从15000英尺跳下来。这个梦想清单的酝酿应该是很早就开始。我的清单第一项就是离婚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熊很大。